大家平安，谢谢谢谢。我的名叫做 Jackie 哈，你若拄着我叫我 Jackie 就可以了，那伫网络上顶头，你只要打我的名字，都会有我的影片，来这里上课哈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哈，曼德拉讲哦，教育是最大的武器。那呢，吃饭咧排队的时候哦，大家一直排啊，排很长。你们哈，要有一个观念，我的后面还很多人在排队，所以打菜的时候尽量拿着就走了。因为哈，你吃不够，过来过轮一抓就好啊，后边过足济人咧等诶，所以哈，大家都会催，因为打一次菜就一个小时。上路尾迄个吼，已经枵到咕咕叫啊！头前迄个已经食饱啊，所以吼，尽量拍较紧的吼。你食无够，再来一摆就好啊。哦，啊，搁头搁一个观念就是，阮咧拍菜的人哦，阮会烦恼后壁的人食无够啊。哦，啊后壁素食的人会无够啊，所以阮头下咧拍的时阵会较念较少呀。啊，等甲较后壁来，人较少来，才会拍较济啊。哦，所以吼，会留喺后壁。啊，你若食无够，再来一摆就好啊。啊，知无？所以吼，唔能讲伤客气，我们可以续杯啊。啊，恁知影 Jackie 什么意思哦 ？Jackie 吼，就是千斤顶的啊。你顶起车子那个千斤顶的，是啊，这 Jackie 啦。啊，你知影是安那中国人翻做千斤顶无？唔是啦，是因为吼。千斤顶不止顶起一千斤，它可以顶起一万斤呢。啊，因为这是外国的东西哈，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了，所以中国人要把它贬低。它可以顶起一万斤哈，到中国以后就变成千斤顶了，变十分之一了。所以外国的好东西来到中国都变坏的。啊，比如讲番马啦，番仔种的番马有无？啊，番仔种的番姜啦，番仔种的番仔他妈毒啦，有无？番茄啦，迄种番仔种的，啊，毋过因拢做爱食的，哦，这就是番，因为袂使比中国较好诶，啊，比中国较好诶，拢个叫番，哦，所以全世界所有所在吼，敢那中原大诶是人尔啦，其他诶所在拢番，知无？咱台湾吼，分较侪番。咱台湾有啥物番？有石番，有无？啊，佫有青番，啊，佫有半石番的有无？石番就是吼煮较熟的啦。啊，佫有一种番哦，一种番叫做面啦。面是安怎？面就是煮较臭焦的啦，知无？咱的户口簿顶头有注明面吼，伊较早。清国甲咱分啊，分做青番、石番、甲面无，三种先分嘛。面就是吼，番啊煮上熟的啦。哦，啊那煮熟的都会晓讲的，叫做番石番啦。啊未晓讲好老话，叫做青番啦。啊煮上熟的，迄就是啊会晓讲好老话，佮穿好老衫，佮留辫子的，迄就是面啊啦。你唔能讲就是讲留辫子的拢汉人呢，不要搞错啦。汉人哈是束发而冠，满洲人哈甲旗人则是留辫子。哦，较早阮阿公就往那留辫子，我较早阮唔知影，哇，留辫子敢那足好看个啊！结果迄就是外国人咧甲因笑，这就地尾流啦，对吧？像那外真爱人哈留辫子，人就会敢看出来讲这个民族干净无干净啦。你辫子如果留那么长，你多久会洗一次头发？足简单诶啊！咱即卖若一礼拜无洗吼，迄个头是安尼，对无？啊，伊若留辫子留安尼，偌久有洗一摆头？凡是一年洗一摆啊，对不对？安尼敢挡会掉？所以人因全世界拢笑吉纳人垃圾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唔然呢？吉纳人吼，上大诶原因就是讲吼，阮是文明的民族，先进的民族，阮食饭那么用筷子，对不对？其他的什么用正手吃饭倒手切尻川的那些，都无文明的，对不对？
啊，毋过恁真少甲想者，印度人敢有比中国人较少？印度人拢用手食饭个呢？啊，因手若无清气，食落啊，毋着绝绝症去啊！所以呢，手是清气个，对毋对？甚至身躯嘛清气，安尼食落毋则袂破病。啊，若真啊人个，地清气就好啊，手清气无关系啦，对毋对？身躯呢，搁较无要紧，安尼先较清气。所以人大家一个想的人就知影嘛，真啊人是安那，因个猪较清气较要紧，阮逐工拢甲换新猪，结果嘞，真啊所有的树啊，总出去做猪啊，真啊无够换出竹啊。你捌去中国看到倒一丛大树啊？对不对？真啊人阁上好食呢，有某个食甲脏水，无某个是食甲清腿呢，对不对？因食甲啥程度？食到即马，所有的动物食了了，剩食到迄几只，剩迄几只困无饱迄只哦，困无饱迄只，即马工作送国宝，去那做外交的，送两只去美国，送两只去日本，送两只来台湾，迄个困无饱的无，剩迄只尔，啊，剩遐个有啥物动物？中国所有的蛇嘛，抬了伊啊，所有的高山嘛，可能抬到剩金丝猴啦，对无？啊，佫有甚物虎、白海豚、甚物鳄鱼，敢有？无啊，无动物通好杀安尼。所以，现在人即摆爱食啥？爱食地沟油啦，对无？爱食几年前的龟壳。顶天新闻咧报，你无看哦？哦，迄凤爪一个拍开讲，哈，文革时代的啦，文革到即摆四十年啊啦。安尼有赞，有厉害哦！所以真人是足厉害的民族呢。四十年前的肉吼，佮摕出来吃没有问题，对吧？这就是因的文化，因的文化吼，足奇怪，因会当凊彩改。比如讲，这个王显杰吼，你若佮倒摆写吼，嘛是叫做王显杰。对顶头写倒来，位下较写倒去，拢叫做王显杰。恁家己看。自由新政，最简单的例就是你看门联有无？门联吼，有也写，为这边看，为这边看，拢同款。真侪迄个庙事的哇，迄个马库顶头，宜兰桃城，什么？安怎斗吼？你去斗，你自然就家己斗会起来，足奇怪。啊，毋过若外国人来斗，斗袂起来。所以吼。这就是文化有毒的所在。真爱的文字吼，因较早嘛无逗点、无句点、无引号、无什么符号了，反正下来文章吼载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甲伊拍合约的条约啊，无一条条约有效的啦。恁知影讲马关条约有承认无？无承认嘛。天津条约有承认无？因嘛无承认嘛。所有的条约跟中国拍，因无一条要死的，所以外国人要跟伊拍条约，进前拢已经先考虑好啊。即马无人要跟伊拍条约啊。即马安怎拍？讲签的人权公约，唔免予你来签名啦，对不对？你无来签名，足简单的嘛。你住一栋大楼，对不对？你无来开会，无来管理会，我同款，咁嘛是要给你处罚啦，对不对？公寓大厦管理处罚条例就足简单了，你无来开会，不代表你不能守约呢。哎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无来签名，你就免收哦，同款。唔是讲你无来签名，管理费就免担呢。哦，我拢免去开管理会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也不认识管理会哪一个人，收费的那个我也不认识。安尼你就免纳钱哦，同款来纳钱啊。哦这就是基本的观念了。咱今日哈要讨论的题目就是 "Who am I"？ 您知影这句话什么意思哈？足简单的英文嘛，你是什么人？真侪人拢想讲，足简单，我伫台湾出世啊，我食台湾米，啉台湾水大汉的呢，我住伫台湾呢，住几啊十年啊呢，当然我嘛是台湾人。结果身份证一摕出来。中华民国啊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！我去税关处的吼，问个小姐，
我是台湾人诶，我是安尼立中华民国诶税金。伊讲对啊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。啊，我讲，那你这个蔡姓娟等于王显杰咯，啊，王显杰等于蔡姓娟咯。伊讲那不一样啊。哦啊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那、啊、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会一样？那不是真奇怪吗？中华民国还四个字呢，台湾才两个字而已，会相等。啊，你这蔡姓娟跟我也一样啊。所以讲不一样的、啊、那个不一样，我、哦、啊奇怪呢，他明明就四个字会不一样，所以哈、哦，你每一个人身份证就摕出来啊，我是幼稚园的学生，啊，那讲我是台大的，因为我是幼稚园学生证，幼稚园无发学生证的哈，伊、哦、讲台大的学生证，这是代表你是台大的学生呢，你每一个顶来拢中华民国身份证，啊，你敢讲你是台湾人？就奇怪，对吧？护照顶头嘛，因为中华民国呢，所以吼、哦，你要了解你是什么人，你不了解你什么人吼，你都被欺负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唔知道你什么人嘛，连基本的你什么人你都唔知道。那曼德拉足清楚的，伊乌的呢，对不对？啊，白人大家拢白的呢，因分得足清楚的呢。啊，唔过吼，汉满蒙回。藏，这些拢共色的呢，拢共色，恁都分不清楚啊呢。这都一定知哦。这足简单嘞，这美国嘛，唔对啊，恁的观念拢错误啊。应该恁讲这是白宫吗？这叫做国会大厦啦，美国的国会大厦啦。哦，国会大厦哈，伊是参众议员咧开会的所在呢，唔是美国总统住的所在呢，美国总统无住伫遮呢，美国总统哈，伊住伫 White House， 啊 White House 叫什么名？翻过来变相，足简单的英文嘛。White House， 白色的房子而已啊。啊，现在因为里边翻过来就变白宫，因为里边有毒的，你知道？伊要将唔对的文化，给你强制植入你的脑筋里面。这明明足简单嘛，白色的房子嘛，翻过来中文会变成白宫。都跟那千斤顶同款啊，人伊其实顶东西而已啊，他们不会说几千斤几千斤啊，明明顶了一万斤，他就翻过来就变成千斤而已、啊，反正国卡巴伊把你翻成百斤顶了，所以哦，因为翻译的时候本身那本字典啊，翻译那本字典都唔对啊。上简单的例就是纽约。纽约这个城市大家都认识嘛，可是它不叫纽约呢，它叫新约，对不对？纽约就新的嘛，怎么会翻出来变纽约呢？纽西兰，它明明叫新西兰，你又把它翻成纽西兰，所以也理解是不是有道？就简单的道理嘛，纽泽西。明明是新泽西，它翻出来变纽泽西，这就是他文化的问题。伊的文化一定要丑化别人，好把自己提高，这就是中国的文化。中国是一个很烂的文化呢。你要学伊的文理吼，爱为幼稚园开始就直直学到大学吼，你也未晓做诗啦。啊，那英文呢？幼稚园二十六字都学头啊，对不对？学头了，伊就听好拼啊，哦，再来拼就简单了、啊，英文就几个拼出来而已啊。所以英文哦是全世界最简单的文字，最好学的。啊，现在恁学未晓？为国小、为幼稚园就开始学，学到大学，去到外国人就来讲啊，Hello，How are you？How do you do？刚才要这几句，剩咧讲的唔知影，什么原因？
不是啦，是因为恁是敌人的子孙啦，你知无？你们是敌人的子孙呢，我哪有可能把敌人的子孙教好啦？啊，再来给他变哦，我都无拍带个，所以因遐的人足清楚的，因遐的子孙每一个都知道恁是阮的敌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唔知啊？哦，你是讲阮这个老师甲阮教奇怪英文，又幼稚园教到大汉来，拢也袂晓的。因不甲恁教音乐，甲恁唱《梅花梅花满天下》，对吧？甲恁唱《龙的传人》，啊，恁会晓甲你袂？逐摆都督学要来督学的时候，哦，赶快全校的学生挤在大会堂里面，教你们什么叫做半音符，什么叫全音符，什么叫豆芽菜。然后呢，督学走了，通通忘记了，不教你们乐理，音乐是要教乐理呢，啊，教你们美术，无甲出个一个画家呢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你们是敌人的子孙，你们搞不清楚，他们清楚得很，对不对？这些高中生啊，去抗议讲，哇，这个什么高中课纲啊，要改变啊！伊哪有可能给你改变啊？我给你教就是要给你灌毒素进去你的头脑里面，你这些啊，就是要把你灌毒素灌到你的脑筋里面，成为我的奴。无可能甲你教好了，所以是安怎？因家己的人，因会晓安怎？那是因家己的人，伊会晓来补习啊，来补钢琴啊，补麦啊恁啊，补英文啊。啊，那咱呢？只好来抗议啊！我啊，抗议了安怎？教育部讲啊，好啦，无恁早起上三节的古文吼，无改换早起上四节。下晡上三节，会使？较早是上午上三节，下午上四节嘛。后来无阿伯，我甲恁改上午上四节，下午上三节，安尼好无？哦，这学生好啦好啦，稍微可以接受啊。啊，有啥无共？迄高三啊讲，万摊的主人讲，哦，以前我们早上都吃四颗，你现在晚上给我们吃三颗，我们不满意。哎，主人公，后来无我后摆晚上给你们四颗，白天给你们三颗，这样可以吧？搞成那跳个等等的，对吧？啊，有无同款的所在吗？意思同款嘛。啊，恁再去抗议有效？有啊，伊课纲我给你改英文，本来上一节啊，无即摆我给你改下晡一节，安尼会使？好啦，也可以啦，也不得不接受啊。结果一个发现，今年个个拢同款，搁去抗议有效？无效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因遮个人无了解伊是虾米人。你是敌人的子孙呢？恁较早是甲中国战争的呢？咱台湾人较早是甲中国战争的呢？你唔通就是讲咱甲美国战争尔呢？虾米人来甲咱轰炸？美国的美利到给我们轰炸，啊，中国跟美国是同盟国呢，对不对？啊，美国咱跟美国战争，中国跟美国是同盟国，当然我们也是跟中国是敌人啊，很简单的嘛。啊，我有可能跟敌人的子孙教好啊，我是不是拍带？所以是怎样，恁的英文讲不好势？伊若正经要教好势？这些国文啊，读到这些课文的，这些国文的部分啊，语文的有，这拢甲改做英文哦，安尼你英文就早就好啊，有简单。是安尼，你讲中文比英文较好，就是因为这些课拢国文啊。平常时啊，同学你讲嘛拢讲国文啊，所以你的国文会讲好嘛。伊若写所有的课拢甲改做英文。无可能，英文教袂讲袂好啦，对不对？外国的小朋友啊，幼稚园都已经拢拉拉叫啊呢，哪有可能英文会教袂好势？伊唔甲你教好，足简单的道理嘛。啊，遐老师嘛唔知影呢，
那老师的教育部的排课纲都安尼排，我都照安尼啊。老师够较熬，伊都袂当改啊。我甲国文改做英文课，敢袂使安尼？去互督学看了，你又无头路，对不对？所以吼，即个课表教育部咧排啊。美国吼，则是好。美国人因国小咧创啥？你教你英文哦，教你德文，教你讲中文哦。国小吼，就是咧算啦。因为学生啊，国小拢咧算咧，无咧教啥物课堂课文，啥物无，国小拢咧算。爱训练合群。美国吼，因自细汉拢读到高中拢免钱，遐才叫做义务教育。啊，恁的义务教育？爱缴什么学杂费啦、课本费啦、家长会费啦、什么制服费、书本费，一大堆费用，加一堆堆，就是不说你是学杂费哈，啊，你不是义务教育的，啊，真正遐敌人嘞，遐敌人的子孙嘞，即个缴费单拢摕当一个，摕当一个迄个核销，退费给你，好不好？那公教人员啊，都这样啊，拿回去退会，所以他们才是义务教育。啊，如果我们，我们是要立钱的啦，立钱灌毒素在你的头壳。这美国的好，后面他们所有的国家，国小吼，都在生活管理，都在算啊，这都在算啊，有无？到国中来吼，在找寻梦想啊。所以因拢咧创啥？拢咧滑平板啦，有无？咧冲浪啦，咧骑脚踏车啦，因拢咧找他的理想。到国中以后，你要高中以后，他开始吼，你要选择你到底以后要走什么路啊？哦，因为你这里是在探索嘛，探索你的才能在哪里？哦，你比较会画画。你比较会唱歌，你会弹钢琴，就是拢为家来，为国中进前家拢咧探索你的长处。到大学来呢，都无讲啊。哦，你会唱歌，你读音乐系；哎，你会画画，你读美术系、艺术系，为家来。啊，那咱呢？咱学前吼，都先给你灌波波摩花，对不对？灌到国小，阁波波摩花，对不对？阁来造词造字，拢是中文，对不对？啊，中文了嘞，甲国中呢，嘛是拢中文。甲你考试，嘛是拢中文。考到下摆，甲高中呢，拢咧考试，规工个来考试了啊。你只要来晓考试哦，就会使啊。每次考哈，最好通通100分。不管你跟同学相处怎样，你只要考100分就好。啊，到大学呢？到大学来哈，伊个名叫做啥 ？University， 任你玩四年呐。到大学啊，才任你玩呐。啊，国小才任你玩才对呢，伊倒摆。因为国小啊，美国的国小人，伊是国中国小人，拢去参加体育活动、艺术活动，参加各种赛啊。打棒球啦，有诶，啦啦队啦，这拢美国因的教育，你找寻你的长处。啊，那咱的大学咧，自国小给你灌毒素了，灌到高中，灌到后你读课，规个拢中文尔。甲大学咧，大学开始啊，这伫个电视顶头咧访问迄个大学女生有没有？说你们大学生都在干什么？您这个广告捌看吧？哎，女学生哦，回答的很妙呢。就你们的，就是任你玩四年呐。啊，另外我访问一个说在玩呢、啊，也是在玩呢、啊。我访问一个男的说在交男女朋友了，另外一个说在交男朋友了，最后一个女朋友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们都在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款大学啦。讲安尼，让你生四年，这就是安那敌人的子孙。
你甲大学，你也唔知影你是你的兴趣是啥？咱人最主要就是目标呢。你若有目标吼，足好达成的。啊，你若无目标吼，你都根本唔知影你要对。上简单的道理吼，你若要去高雄啊，你一定爱向高雄的方向呢。你能为华人直直去，去到太平洋，阁过是美国呢？安怎行都袂到高雄呢？方向一定要对呢，速度紧无效呢。你坐光速飞机啊，为华人直直去，永远袂到高雄哈。上最是去到美国，阁坐一年转来嘛是阁到遮尔呢，袂到高雄去呢。速度阁较紧都无效，方向要正确。哦，速度慢无要紧。方向正确较要紧哦，咱往行的，行来到高雄哦，结果让你行一礼拜好啊，嘛是行会到啊。啊，你若向东走啊，永远行袂到哈、哦。当然啦、啊，那环岛公路是会啦吼，唔、哦、过啊，你若永远向东，不可能会走得到。所以吼、哦，唔通讲，就是讲你行路偌紧吼，你坐高速铁路都一定会到，爱方向对哈。哦方向要对才有效哈，这咱拢知影倒位嘛？你讲这中正庙哇，40年哦，1976年10月31号竣工的哦，开始起来，40年伊个列入古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恁家的厝若比40年较老的吼，我拢来申请做古迹。你要给我维护，而且你要派卫兵啊来给我站岗，哇！恁家40年的厝太多家啊，我拢来申请卫兵啊，申请宪兵来阮家徛。啊，那是咱台湾人诶，咱台湾人的古迹啊呐。伊这哈是敌人的古迹哦，40年哦，对不对？派卫兵去啊敲，安尼的古迹啊。咱这的古迹哈，拢去申请迄个宪兵来咱家敲哈。尤其台北市的哦，柯文哲今麦做市长，应该申请较简单哦。你讲阮家的古迹哈，需要宪兵，对吧？对啊，劈潭吊桥啦。劈潭吊桥，讲伫民国二十五年8月竣工啦。这个流亡政府厉害无？恁拢无感觉什么科技的所在？民国25年，还搁咧默默受，伫中国咧默默受呢，连台湾是做安怎，伊都唔知呢。伊有法度人来去劈潭吊桥，有够无？哎，这流亡政府真正有厉害吼、哦！这咱台湾的古迹啦，正古迹哦。台东的八仙洞，拢总10几个坑，是国家的一级古迹哦。伊甲咱派啥去徛卫兵？伊甲咱派新兵去徛卫兵，对不对？这古迹每一坑拢派新兵去甲咱徛卫兵哦。以前我们派宪兵去，因为你是敌人呢。恁台湾人是敌人，恁搞不清楚，人因足清楚的，对不？这新兵哦，每一坑拢去呢。哦，这八仙洞哦，50000年啊呢，50000年前哦，都有人住伫遐呢。阿公，给你。派这个50000年的古迹吼，甲咱派迄个新兵去啊徛吼，这拢新兵哇！每一坑哦，这国家一级的古迹哦，50000年前都咱台湾人伫遐住哦，每一坑拢派新兵甲咱徛下边，10几坑。所以啊，恁台湾人啊，有了解恁是谁吗？胡言卖！台湾人啊 ，This is war。
你有了解无？还搁咧战争呢？你就是拢已经煞，那是恁家己误会啊！其他人是无安尼呢，因还搁咧战争呢，伊知影呢，恁家己唔知影，因为伊甲恁教甲拢已经变不带嘢。这应该知影嘛？这摩西吼，我今日先宣明哦，我唔是要来宣教吼。这摩西吼，圣经顶头上出名的人物之一，圣经大家拢爱登去看。圣经吼，这本册全世界吼，大家拢在研究。圣经顶头的事件吼，自古早时代吼，都拢已经发生过，甲现在还佫继续在发生。所以吼，咱会当摕这种这本圣经吼来参考，伊真侪吼事件要安怎解决，爱参考圣经。哦，你唔通讲就是讲圣经咧写假的，圣经写的目的吼，人圣经写真的，唔是像中国历史拢咧写假的。伊圣经写真的吼，就是要啥？要见往开来，你知道？见察以往，才能够开创未来。你如果没有见察以往啊，你的未来没有。这摩西吼上出名的一件代志就是吼，带领以色列人吼脱离埃及。以色列人吼在埃及咧做奴隶吼，已经做几啊百冬啊。啊，摩西甲因带出来，即个奴隶吼在埃及咧起金字塔啦，遐有无？起庙寺啊，遐工啊，奴隶啊。心头啊，甲因解救吼，因是原来真痛苦呢。因拢会怪摩西呢。嘿，阮伫埃及做工课真好势啊，有饭通好食，有米通好食，啊有厝通好住，啊佫有工课通好做啊。你是安怎要甲因解救啊？你甲因救出来吼，住喺旷野内底流浪呢，无通好食，无通好住，无水通啉，过较足痛苦的呢。你是安怎要甲因救出来？摩西是叫上帝甲启示，讲要救因出来。摩西吼，较早嘛是以色列人，不过伊去哦，因老母甲放水流了，去哦埃及人甲捡起来，捡起来了，埃及人甲饲大汉了，本来是会当做王子的。伊解救以色列人吼，出这个要出路的时阵吼，法老王吼是无可能会答应的呢。吼、哦！我这600万奴隶，你要给我带，我都无咧拍带个。这个人给我做工课吼，我只要给他一口饭吃就好了呢，薪水也免付呢，偌赞的呢，那有可能吼，伊安尼凊彩就给我带走。所以法老王哦，很不愿意。伊讲那有可能，你卖来跟我讲条件。阿摩西甲法老王讲，你若是唔答应，上帝甲你处罚。法老王不信啊，结果上帝吼降下10个灾厄，法老王才甘心放因出去。第一个灾厄吼，将埃及所有的河啊、溪啊、水，拢变作溪水，所以无水通啉啦。所以埃及人足痛苦的，吼、哦、啊！法老王吼啊，佫唔甘愿的，无可能。第二个灾厄哦，所有埃及遍地哦，拢生出青蛙。第三个灾厄哦，吼，目屎。第四个灾厄蚊蝇。第四个疫灾。第六个灾厄吼是麻疹啊。第七个灾厄，暴冰暴雨啊。第八个是蝗灾。第九个黑暗之灾。第十个上严重。第十个讲长子之死。这个长子之灾吼。连法老王的长子都死，唔但法老王，所有的精子、头生的拢死。啊，摩西吼，求上帝讲，以色列人要安怎撇免？因为吼，全地嘛，连以色列人也头生的啊，长子嘛爱死呢。摩西求上帝讲，啊，无你嘛教阮教一下，要安怎撇免？上帝甲讲吼，即第十个灾厄啊，讲大概是伫半暝，我要出去
迄阵行埃及的遍地，见那伫埃及地吼，坐伫宝座的法老啊，直到末末的吼，的比如的长子甲一切头生的精神拢要死。较早无，后拜嘛袂，阿拜完了无，要安怎片面？上帝甲摩西讲哦，恁以色列人哦，爱用羊啊血擦咧门牌。安尼我看到，我就会越过去。所以因即天叫做逾越节，哦。所以因是用羊吼代替因的头生的事。所以中国人咧创作文字的时阵，有无？这个字有无？就是用羊血遮盖我。现在中国的春联是红色的，就是为这来的。中国的春联就是为这来的。你较早嘛红的尔，无写字啊。中国人较巧，中国人讲哦，哦，那敢那擦红的，还阁无够，一定爱顶头写命令的，哦，爱写。考试不作弊，明年当学弟啊！宁愿没人格啊，也不能不及格了，一定要过了。这就是因的春联了。那呢哦，因的春联那个，我爱的人啊，名花有主啊，爱我的人啊，惨不忍睹。这就是我的春联了。是安那原因就是在这。中国，你就是讲中国发了做这红莲出来啊，就是为丝路传过来。丝路就是为阿拉伯那边、欧洲那边传过来物件，传过来文化。啊，那中国嘞，中国就在时啊，我较早也养蚕无，在时啊过，啊在肥啊过，因为因那边的人未晓烧肥啊，未晓织机啊，织时啊吼，啊中国人上高，所以为遐外销啊外销文化。互相一个交流，安尼来。伊拢嘛甲你讲，哦，迄阵啊，迄个啥物蚩尤大战，迄、那个被桃符，这就是讲因这下在桃符啊。其实哈、哦，中国没有那么久的历史了。这底下个几分对联哦，无脸可对人民呢、啊。这就是为丝路过来的，哦，丝路哈传过来文化就变安尼，真侪文化拢为丝路传过来呢。唔过哈，真正好的文化无可能传予恁，传予因中国人。比如讲炼钢啊，中国人未晓炼钢啊，阿拉伯人哦，他们有刀。阿拉伯弯刀，那种钢刀呢？蒙古人有钢钢刀呢，苏俄人有钢刀呢，就是中国人没有钢，中国人不会炼钢，所以打仗从来没有赢过。你捌听到多一阵中国人阵营无？有啦，岳飞阵营对不对？岳飞阵营是安怎叫调转来抬头？岳飞阵营哈，你每天打一摆。我皇帝都要去赔钱，安尼你拍愈侪摆，我是毋是了愈侪？我皇帝当然嘛爱十二道命令，甲你调转来，甲你调十二道命令，你也毋转来，一定爱抬头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搞费用抬头啊，那是叛将呢。我皇帝叫你转来，你敢毋转来？一定抬头的，搞费做好战争的。拢逐摆拢判赢呢，啊判赢呐，判赢爱赔人钱呢。你个是讲判赢有怎样叫？判赢爱赔人钱，你怎啊出去相拍？你判赢爱赔人医药费呢？即基督徒喎，因的门联喎，拢写个，这才是因正讲的，哦，因是模仿因基督徒的。啊，咱台湾呢，有历史之前哦，都没有文字。在1624年的时候哦，荷兰人哦占领台湾的南部，迄阵啊，才伫咧新港的所在哈，
招一群人，哦，大家来信基督教。信基督教了哈，新港这个所在规整拢信基督教。信基督教了哈，因将圣经翻作咱台语，翻作台语的时阵，伊用罗马字，所以迄阵叫做白话字。白话字翻过了哈，伫新港的所在叫做新港文。新港文哈，我那有特色呢。新港文写起足水的，敢那。跟他英文的，这就是新港文。新港文写开哈，真水哇！因为安怎？因为咱台湾人是较早我那亚弟的呢，亚弟哈，你写字足水的，比美国人写字更加水。因为美国人未晓亚弟，美国人亚汤匙啊、个签嘛，所以因的写字较袂水。啊，那是咱台湾人写英文哦，写啊足水诶。啊，这汉文，汉文甲咱白话字吼，新港文啊，一对照，这是客约啦。这拍客约，迄阵哦做还啊客，因为甲还啊拍客约啦，啊做还啊客，哦是用新港文拍哦。啊，迄阵啊大部分哦，新港文签约的是虾米人？迄阵啊，签约的大部分拢查某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较早台湾的社会啊，是母系社会哦。签这个约的大部分拢查某的，为什么？因兜吼查某的传下来的祖产。迄阵啊，女孩子才继承祖产哦，唔是查甫的哦。迄阵啊，咱的迄个风俗啊，甲越南迄边较晏，越南嘛是母系社会。哦，所以咱属百业族的。新港文哦，一特色哦，就是咧算数的时阵无，那是365天吼，伊是安尼写哦，写三个一拜，六个十天诶，啊五个一天诶，安尼就是365天。哦，所以咱台湾咱算满载的时阵，就是安尼算诶。哦，算满载用唱歌诶无。就是算安尼写，这还阿客吼，签的大部拢查某囡仔，汉文的甲新港文，新港文吼，迄阵啊翻过来的时阵吼，因阁将圣经翻作新港文，这是伫乾隆哦，1784年，乾隆49年迄阵啊签的契约，啊，这是荷兰吼。因为这款在1652年为台湾，在400年前哦，有法度为个遮准哦，无简单啊！啊，咱台湾，咱台语吼，唔是干那好老话尔呢。咱台语有掺足侪种语言哦。头一项哦，西班牙人来，伊就甲你炸胖来啊，有啊。所以咱今仔来食胖，西班牙话啊。啊，过来荷兰人，荷兰人啊，来的时候嘛，佮炸文字来。西班牙人的来的时候呢，伊个北部，因为伊阵西班牙是占北部，三貂角就是圣地亚哥，哦，西班牙人不管去到倒位，拢叫遐个所在叫圣地亚哥，哦，去到迄个南美洲，伊嘛有圣地亚哥，去到北美洲嘛圣地亚哥，因总爱圣地亚哥这个名。啊，荷兰人哈、啊。占南部，荷兰人吼、啊、爱派两个牧师来台湾，去新港遐、新港城遐传福音啊。伫1630年的时候、啊、集体表示吼、啊、要信基督教哇，爱、啊、派两个来，这就是吼、啊、马太福音。阿 Ken， 这个电池帮我换一下。苏妹啊，电池帮我拿一下来，苏妹。这个马太福音哈，新港文写的，
迄阵啊，拢总有写两本册，哦，一本是《约翰福音》，啊，一本《马太福音》。马太福音吼，即马搁伫个哦。即个约翰福音吼，已经判过啦。即个顶头哦，即写甲真清楚哦。即咱台湾人 ，I am Formosa， 我是 Formosa， 嘿，福尔摩沙人，拢写个就是新港文，恁人就是讲即英文呢。咱即卖一挂基督教会迄个会友吼，较老个啊。咧读圣经个时阵吼，读白话字个圣经个时阵，吼，因个孙看到偌稀奇呢。哦，阿妈，你遮厉害，你会晓读圣读英文呢，佮会晓写英文。阿妈讲，毋是啊，遮白话字啦。啊，伊毋知影讲英文佮白话字共款，拢共款安尼写好啊。所以吼。咱来知影，咱较早原来足先进的呢。咱大先进的呢，是中国人来甲咱教歹去的。哦，咱台湾哦，所有的品种哦，大部分拢为南洋来。啊，咱这是迄个白叶族的吼，南岛语系的，南岛的部分呢，咱这是最北端。台湾人绝对不是为中国来哦，为中国来遐吼，拢已经赶回去了。伫日本时代，马关条约挂予日本天皇了，天皇派兵过来，就将所有的中国人拢赶回去了。所以，恁唔通讲恁是汉人啊，恁是番啊，知无？咱大家拢番啊，啊有诶煮较熟诶，有诶煮臭呆，有诶还未煮诶，哦。唔通讲你是汉人啊？台湾无汉人啊，无几个汉人哈。除了遐来做官，真啊人吼，一个作歹的习惯，因啊有钱了拢会作怪。来到台湾做官吼，拢要娶小三。咱的汉人的血统位遐来，拢遐小三生落来。这较早荷兰人为咱台湾翻啊。咱的番是生做安尼哦，大家拢做用的呢。大家看开，倒一个成番，对不对？这是张乐呢，佛马沙人个张乐呢。大家拢比其他人较清气。这在1603年啊，大明帝国这个人写的册吼，叫做《东番记》。顶头写哦，台湾吼是一个原住民族，伊个名叫东番。大部分荷兰吼拢叫这还未开化的所在叫印度啊 ，black 黑啦，哦，咱遮嘛是安尼。啊，这就是支那人为咱遮个番了无？支那人为咱个番，则是成番啊啦，对吧？伊这讲个这番薄啊，啊这番王啊。其他人嘛，若要丑化一个人，就为安尼啦。啊，若要甲你贬起来，要甲你推升哦，就才郑成功有无？地仙讲好啊，穿个一身的官服，安尼正正式式。啊，其实郑成功是日本人呢。地仙讲是日本人呢，你唔通叫是地仙讲是啥物中国人呢？地仙讲是日本人吼，正日本人。咱林玛丽哈，这个医生啊，伊咧验血了，伊就敢讲，咱台湾哈，大部分拢是白叶族的，也是南岛语系的哈。古代汉民族哈，无同哦。汉民族哈，什么叫做汉民族？住伫中原的所在，才叫做汉民族。
除了中原，村的四边拢翻。啊，倒位是中原？中原吼，就是苏亚门住的所在啦，对不对？苏亚门住伫东南派即个中原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苏亚门住伫中原，中原就是河洛黄河跟洛水中间吼，即中原，就是开封府的所在啦。啊，你唔通就是讲。开封府真正有一个包青天呢，没有这一号人物哈，中国没有这一号人物。包青天哦是连续剧，中式下的连续剧哦，写个真精彩。唔过无这个人哈，你们人就是真的哈。中国人无个出个一个半个清官，我较早想讲包青天唯一的清官呢，结果这个是假的，看偌可怜。其他人讲有五千几年的历史，唯一出的一个清官讲假的，安尼有可能？所以因的历史假的吼，你唔能太相信啊。虽然文甲庄稼人嘛假的，对不对？唔过写甲真真哦。虽然文东南派的嘛，伊是食米的，对不对？庄稼人西北派的，伊是食肉的呢。安尼像每一摆战争像战呀，这连想都免想。食肉迄个人，逐工拢咧抬羊抬牛呢。啊，你做田的，逐工拢咧举猪头呢。安尼战争起来像赢，就足简单嘞，免讲啦。你要抬一只猪，反正一年才抬一摆，还请专家来给你抬猪呢。人伊那抬羊，伊那是逐工拢咧抬呢。安尼像战争一定输的，虽然门唔捌战赢，就是这原因啦。所以最厉害的功夫在哪里？苏亚门最厉害的功夫不是一阳指，一阳指呢，纯阳掌呢，不是啊。他最厉害的功夫就是忍，百忍成精啊，忍人所不能忍，忍忍忍，哇，最厉害的就是忍嘛，这就是苏亚门最厉害的功夫。所以吼、哦，伊爱去长城嘛，哇，长城爱去哦，管管，哦，你连马都跳袂过来。啊，结果结果庄稼人偌巧诶，庄稼人那着爱，那着爱爬墙啊，开门就好啊，对不对？城门开开就好啊，那着爱跳墙啊，有够戆，庄稼人无遐戆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一定输诶嘛。这个、钱哪人为咱台湾翻啊？这都是民啊，咱台湾的民啊，这都是血翻该做。其他人的死了就变民了，哦，喜欢该死宿死宿命了就变做民啊，变民了，伊嘛唔甲你生呢，伊嘛甲你围干吼，大家干那拢翘骨的，有无？这就是其他人，因为咱台湾人是安怎？咱台湾人以前要挂日本天皇的时候，你讲呐，讲咱台湾人男无情，女无义，鸟不鱼，花不香啊，迄个所在哦，单调好。所以在挂台湾的时候啦，连听都袂。你感觉这个所在男无情、女无义的所在哈，鸟不鱼，花不香，连鸟都不生蛋的时候，地方怎么会要呢？赶快割掉好了。对哈，伫清哈，以姓作部落来底下哦。换了户口哈，伫河末就是荷兰人占味的占到尾来的时阵啊。台湾的闽客拢总三千里，什么叫做闽客？就是闽南人哈，来台湾的拢总有三千两百人了。第四日来台湾的时候哦，再来三万七，病死六千，啊，这就是几哪人啊？几哪人？迄阵啊，算讲拢差不多算四万多人嘛，四万通人，四万两千个人迁回中国哦。安尼，您讲够有恁有汉人咯、哦？纯粹汉人的血统是遐小三生落来啦。哦，啊，恁家的祖谱，那奇怪，一个查了，阮家敢那十几代，二十几代，卖信啊啦！中国人文盲是足济呢，那有几个晓写族谱啦？写族谱遐拢想替恁写，拢遐捌字的替恁写，遐叫做文胆，有无？遐文胆替恁写族谱，恁较早清朝数数数时候恁的时阵，兼甲恁扣税金，
哦，啊，恁就大家拢紧改姓啊！哦，你甲改姓了，我树林一只猪。啊，迄阵恁大家就拢改完啊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。那讲即马，即马咱无遐简单嘞。即马咱讲吼，要叫人来办咱台办咱台湾人的身份证，哈，办身份证还阁一千块？没没没。哦，做台湾人遐艰苦，还阁一千块。无要紧，你留下摆办免钱，心抓阁有。你来办身份证，我阁贴你一千。甲迄阵你才来办无要紧。咱免共拜托哈，哦，干那要共拜托啥？要做台湾人哦，免遐艰苦，对吧？恁做恁卖来办，哦。这吼，荷兰人为咱的台湾欢无？为起每一个拢遮水仙哦，有成欢，哦，对不？那有成欢。大清一统治内底有写，台湾府自古方福之地，无统中国，名叫做东欢。明朝的时候去予荷兰人所占，属日本，对不对？安尼简单嘛？咱台湾人的汉人文字吼，唔是汉人带入来呢，唔是汉人教咱的呢，是日本人来教咱汉字的呢。上简单的就好啦，字来文字较早干那晓写。金银铜铁锡，其他元素一概不认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简单了嘛。吉纳的问题来对，那有什么氧气、什么氢气、核气，因唔捌嘛，应该反正空气因都唔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问题拢日本人创造翻译的。这东汉期来对哈，这一统治。自古方福之地，无统中国，属日本。所以这大清帝国吼，皇帝早就知影，台湾是日本的土地，所以吼，伊挂掉的时阵一点啊疼都袂，佮鼻塞大尔。迄阵满洲人吼，因的人口才袂超过两三百万人呢，啊，一个管管偌济人？吼、哦，满洲人迄阵啊来管中国的时阵哦，有够爽的，一个人听好管两百万人。赞嘛，根本无用，通插台湾这个屁塞。乾隆二三年的时候，伊命令哦，咱台湾这所有的兵部族啊，吼，爱征伐结变，实施四姓，议令改用汉名。四姓令一出哦，雍正八年的时候，拢总六十几万人马上改姓。一年啦，你马上改姓吼，免扣税金，有赞无？吼、哦，六十几万人马上改啊！甲乾隆四十八年的时候哦，吼、哦，迄阵大家想讲免扣税金呢，九十一万哦，搁改啊！啊，迄阵台湾的总人口嘛才两百几万，这都已经改百几万去啊！啊，所以恁到你的姓哦，你姓萧啊？哦，什么萧桂珍啊？死一半，迄拢假。麦克勒想讲恁家有汉族，无可能啊！遐死一半遐呀，迄拢毋是姓死的，知无？伊拢会甲你钱啦，哪有可能？阮家祖炮写几落十代啊，迄搁较钱都无效啦，血血抽出来就知影啦，对不对？即卖你若毋信，你玛丽医师去抽血检就知道。哦，卖个底下烧钱 ，DNA 上准，一个改姓了吼，吼、哦，咱台湾人吼，迄阵啊，我那受因的文化的影响，大家我那感觉真光荣嘞，吼、哦，怎样能变有名有姓啊嘞，对不对？结果姓的是安那，上不满的像，遐汉人，遐汉人吼，偌伟大，阮是汉人呢，恁这会反来才跟阮共姓。阮甲恁共姓，阮就变番啊！所以汉人足不满的，叫拜托迄皇帝讲啊，莫啦，恁莫叫因拢改汉姓，改汉姓，阮都拢甲因共做啊咧，袂使。所以迄阵啊才化田啊。吉纳人因为这个
种族的优越感，因感觉汉人足伟大，汉文化足好的，其他的文化拢歹。伫1785年的时候，清国政府啊，即个民色的、青的，即个番拢普世汉姓物，所以恁家数三四百年了，恁就拢就是恁拢汉人啊。美国人吼，去到美国的时候呢，清朝大家嘛拢英国人，对不对？美国独立了吼，因无人咧讲因是英国人哦，每一个拢美国人哦，因未阁讲因是英国人哦，因会安怎讲？因讲，阮的祖先为英国来，啊，为德国来，为法国来，唔过阮拢美国人啊，因未阁讲因是英国人啊。啊！恁这住伫台湾住几啊十年啊？讲，阮是汉人，阮是中国人。拜托，恁住伫台湾已经住甲几落十年去啊？呢，恁阿个咧话恁汉人、中国人，土地已经割予人啊啦。中国人安怎讲台湾人？这个使命哦。使命啊，这同志，同志就是跟他管定有无？伊爱上书啊，上书啊，皇帝是袂使写假的哦，对不对？你上奏皇帝呢，写假太头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写真呢，一定头安那写。伊讲吼，专台无地非番，哎、啊，你讲你什么人？你汉人哦？专台无地非番呢？安尼你哪个有汉人？你给他骗，一户数官拢为西番献纳而来呢？啊，恁讲恁汉人哦，多一个汉。伊个讲哦，台湾最戆呢。安怎讲？伊讲哦，一无所图，既无大志，怎么会有大事呢？较早哦，咱台湾人是种一担七啊，是食三担呢。凊彩外口拢有蘿蔔通去掠呢，所以咱台湾人无咧烦恼食，无咧烦恼大呢，对不对？足简单呢，足好讨食呀。所以我大致一无所图嘛。啊，其他人来咧，一年干，两年满，对不对？啊，三年咧，三年叫小三啊。所以足简单的嘛，拢咧乌钱了。其他人足够就是安尼。他的文化就是這樣，你如果叫他賣貪，他不會的啦，對不對？有多一個官說他不會貪的，他的官是如果清廉吃飯是要嚼鹽的，啊，有多一個官嚼鹽的，你跟我說中國的文化是什麼？好男不當兵，好鐵是不打釘的。好男不當兵，你是要怎麼打勝仗啦？都是因为烂卡在打仗，难怪汉人从来没有打胜仗，因为拢烂卡在打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日本人呢？日本人咧选兵是爱甲你称斤称两呢，爱甲你称看偌重，甲你量看偌悬，你的身材安怎？你平衡感会使袂？安尼呢？因为做兵哦，台步是真好呢，啊，真啊人。烂卡就去当兵了，对不对？遐劳累啦，遐罪犯啦，当兵爱过安怎？爱吃力呢？吃力都精忠报国，迄就是岳飞啦。岳飞是烂卡呢，做兵的是烂卡呢，所以爱吃力呢。吃力，你若多兵一个看到谁知？唔免问，一个看你就知，你在逃兵。所以吼，吉那边吼，永远唔捌见赢的原因伫遮，都干那即个唔捌字的吼，即岳飞，唔讲唔伊唔捌字，佫会晓做事，即捌字啦吼。吉那迄个岳飞吼，即个人哦，唔在路啦，一直讲怕。祖国吼，无效中国无，仅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不得无所损。所以台湾得着吼，嘛无假啥。对温州人来讲，给台湾也无给啊。中国遐大一管都袂赴啊，那有闲头管这台湾？
所以阵啊挂日本天皇的时阵吼，哦，一点啊可惜都袂，对不对？啊，唔过吼，清国皇帝吼足不要脸的，你知道？迄阵啊挂天皇的时阵吼，规台湾唔是拢伊的呢，一半伊的尔呢，对不对？伊是殖民地一半尔呢，东边这一半吼是拢原住民咧住的呢。伊将规粒台湾拢挂予日本天皇，迄就敢若恁家咧卖厝啊，恁家厝甲卖去吼，含隔壁的菜园啊煞甲卖，安尼有不要脸无？迄、那个甲卖的人吼，伊嘛毋知啊，伊想讲我厝都甲你卖啊，菜园啊嘛甲你卖啊，是安那？你只菜园啊，只牛啊，拢毋听话，拢咧卖我的田，即、這个田是我已经甲清国的皇帝买啊、哦。啊！你这原住民奈拢唔听话啊，所以就爱个派兵来打这原住民，甲征服有无？这原住民唔叫迄赛德克巴莱，我日本天皇这地拢我的啊！你这原住民是做唔知行唔知路呢？我爱个派兵来甲恁征服，所以这原住民吼，迄阵啊嘛是讲奇怪咧，阮伫这生活一世人啊，这地都阮的地，奈雄雄煞变一个天皇要来甲阮管？所以就战争嘛，这就日本迄、那个清国皇帝唔对，唔是你的菜园啊，你嘛敢卖去，对吧？安尼又不要脸，清国皇帝那有差，反正迄个唔是我的啊，反正你嘛要买啊，买卖是双方甘愿的，你知唔知？你家买只，我都讲遐我的啊，你都话介意，好啊？结果遐唔是伊的，对吧？伊阵啊过来说，哪能讲？台湾乃蛮荒瘴疠之区，蛮荒之岛，鸟不语，花不香，山不青，水不秀。岛上是化外之民，男无情，女无义，弃之不足惜。这李鸿章讲的。这日本时代吼，伊的户口簿啊顶头吼，恁邓颖荣原来清恁日本时代的户口簿啊，顶头写啊足清楚哦，哦，写恁倒是福无。上最就是写符的啦，写这符不是代表你是福建来、福州来，不是呢，是代表你是喜欢，会晓讲好乐话，伊甲你祝福。祝明这符吼，代表啥？代表伊阿伯解救中国这奴隶出来了吼，要派你会晓讲好乐话啊，去管好乐人。这祝明广东话啊，讲的啊。表示你也要讲客家话，哦，阿伯要派你去广东遐管遐个人诶。其实吼，即个拢习惯。著名恁到福，毋是代表恁你是福建人呢？佮著名你缠住诶啊，毋是你是福建人呢？户口簿顶头呐，著名你是清诶吼，你才是中国人。哦，爱搞清楚。你回去看，恁家的户口簿顶头若是清的，按我就讲你是中国人。你若不是清的，我跟你讲你不是中国人。啊、哦，这顶头写得真清楚哦。这日本人做的户口哦。恁家恁阿妈缠住的啦，有无？会晓讲河南话啦。你的总别是第二总别啦，有无？啊，你这什么？你有没有种牛豆的啦？有没有种天花牛豆的？啊，你有没有吸鸦片的啦？伊注明甲足清楚的。较早咱台湾哦，吼，真啊人管家吼，吸鸦片的足济。伊家就甲伊注明鸦片。日本人来的时阵，伊就爱甲你管制啊，袂使阁吸鸦片的，鸦片是毒品。哦，所以伊就甲伊注明哦，哎，你这个有吸鸦片的。啊！你是做人的妾的，妾的吼，妾，哇！有种天花，因做甲做清楚的。啊，佮有其他人来的时阵哦，伊就甲你擦一个乌乌的无。缠住的鸦片的、葫芦话啦、广东话啦，伊甲你注明清的吼，这是其他人哦。啊，那伫个总别遐甲你涂黑吼。那就不让你知道你什么人的，好吧？
在给你涂黑哇，这是哪人在做的代志啊？日本人无迄个讲，才给你涂黑啊，伊唔惊你怎样？在中国来哈，伊就给你涂黑啊，就给你讲哦，就给你骗讲你是汉人啊，我们是龙的传人啊，哪一条龙？这日本人住个真清楚哦，习惯有无？好老话，这在1898年的时候，伊能家水吼，伊就讲哦，讲咱台湾哦，大概分吼四个族群，八族十一部。伊讲哦，这个族啊，这个原住民族哦，伫街啊路的吼。分不出汉人还是番，喜欢喜欢汉人分不清，啊分不清的情形，啊恁遐汉人是汉人啊、哦？无可能啊，都是番，都是汉人嘛是番，番嘛是番，番就是青番，反正汉人遐嘛是拢番，所以分不清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曼德拉嘞，好、哦、曼德拉做好分的嘞，哦，一个白做好分的嘞，啊，恁这拢分不清的啦，我搞不清楚。这咱台湾番呢，这青番哦，真的是青的哦。啊，这敢有成番？这去日本留学的呢，卢凯茨的，在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系的，啊，这款呢叫做番哦。真正的番哦，就是迄个五日节糕哦，迄个破油啊，佫唔敢放的，迄个才是正番呐。真啊人，因迄个破油是穿规世人呢。迄个破油哦，佮五日节迄天才感觉脱起小细的呢，无迄个是穿规冬的呢。恁捌看迄款呢？这日本人哦，去参观丹后军舰，日本的丹后军舰，迄阵啊已经打输啊，去予日本征服啊，无？日本派因去留学，甲因讲哦，恁是安怎战输的原因啊？阮日本有遮大的战舰呢，恁这原住民是要安怎甲阮战啊？派因来参观，哦。当时日本就已经有29台航空母舰了呢，航空母舰29台呢，美国现在才11台呢。啊，您就是美国哦，军事力量是世界第一哦。您捌看过迄个世界军力的排行表哦？伊讲第一名是啥？第一名哦是日本哦，叫美国打谁，美国就打谁，这就是军事力量第一啦。伊拢甲恁教啊！哦，我们只要有恒心无，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无。我讲你唔免用铁杵，你用铁线得啊。铁线有简单无？铁线你甲磨成针，看你会用个未？要磨针哦，一定要钢啊！哦，因为中国人不会钢啊，他到什么时候会炼钢？毛泽东土法炼钢才开始炼钢啊，所以哦，他们没有钢的观念，他们只会怎样？刚好在恨铁不成钢哦，恨铁没有用哈，要加入碳，对不对？这边啊，拜我个眼睛那种怎样？要成为钢哦，要加入碳，哦，要加入其他的金属，这样也变成钢啊。用恨的没有用哈。你恨再久都没不会变成钢哈。因上好的一句话就是啊，铁工有分好铁跟烂铁哦。好铁不打钉嘛，啊，这就是有影啦，因战争唔捌赢的原因啦。恨铁不成钢哈，因哦从来没有宝刀宝剑的啵。上出名迄支就是。关公那支喔，关公那只玉猫啊，讲有皇帝赐予一支尚方宝剑喔，啊，结果那是小说喔，假的。尚方宝剑是假的呢，
皇帝哪有可能会使一支宝剑来害我？我都无咧拍歹个，对不对？卖戆啊！啊，因为宝刀宝剑里头有啦，关公也一支青龙偃月刀有啊，猜了。伊讲伊几偌重？54kg。恁用小想诶，恁若54kg排咧身躯，你变战争？关公搁较大汉，搁较大长都无法度啦。54kg排咧身躯，要变战啦，一定输诶啦。关公偌用？英雄用诶，就是倒一支，迄支屠龙刀啦，有无？有法度大量诶，迄支刀，屠龙刀，迄支原来宝刀，倚天剑哦，可以倚在天上那一支剑，这都是因为宝刀了。啊，你唔能叫是这真正有呢？那是小说呢。哎，小说《倚天剑》跟《屠龙刀》那种小说呢。关公的青龙偃月刀，原来小说呢，你唔能当作真的呢。日本人哦，每一支武士刀拿出来拢宝刀，对不对？这战争就不用说了，谁赢谁输，连看武器就知道了。一个拿机关枪，一个拿钱，你哪一个战赢？不用说了。所以、哦、日本一定赢的。啊，日本是怎么要打中国？你就是日本人吃饱赢赢哦。那就像你们家哦，你隔壁你的厝边啦，他如果常常在打他母打他子，你心里一定艰苦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这个人怎么常常在打他母打他子？等有一天他在打他母打他子的时候，你动不了啦，你一定要报警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去他动。怎么人做奴隶做几个千冬了呢？日本人想说要把他们救出来，要将亚洲这所有人都救出来，做脱离的奴隶的生活。日本人吃力不讨好，因这个使命吼，使命感无法度，伤好心伊。恁阿伯恁到厝边某因囝的时阵，卖车惨啊，唔多吼去用台一刀，报警就好啊吼，打电话报警。哪才日本人去出钱出力，搁去甲因救，人搁袂甲你感谢。阮伫遮做奴隶，做甲足爽的，你甲救要创啥？迄观念爱有啊，奴隶人因做甲足好诶，哦，人因做甲足习惯诶，你唔通去插伊。日本人咧征兵有无？即迄阵啊，伫台湾征兵啊，要伫1000个。日本人安怎征？啊，甲你问看好，你会晓讲日本话未？对不对？啊，你偌重？你偌悬？你的身材好无？每一个拢高杠腰呢，哦，对不对？你的平衡感好无？安尼竞出来，每一个几乎拢会来做将军啊。财富偌好呢？做兵做完，等于拢免做免做工课啊。退休了就拢一家一世人啊。所以吼、哦，要爱4000个，200,000人去应征，安尼战争唔才战会赢。所以阵啊，咱派去南洋战争的遮呀，人拢叫啥？战神有无？偌勇的呢？咱台湾兵去战争，拍咱台湾兵为拍败美国的呢？咱要拍败美国4次呢？你唔知影吼？咱台湾人拍败美国拍败4次，头一摆吼，就伫个南甲之盟啊。你们上网 Google 一下，什么叫南甲之盟？迄头一摆，咱的台湾族打赢美国兵，美国吼、哦、派108个海军陆战队去遐打台湾族，去予台湾族甲打败，打败了签一个盟约，叫做南甲之盟。这个南甲之盟啊，搁藏伫个美国的国会哦。迄头一摆咱打赢，啊第二摆咱台湾兵将麦克阿瑟吼、哦，迄、那个、菲律宾的空军基地有。甲拍甲东倒西歪，就是这兵去吧。啊，第三摆，越南那个胡志明无，嘛是咱台湾人呢。
越战的时候，美国嘛怕输咱台湾兵呢，因为啊，咱台湾兵去哦毛泽东哦派去做人海战术，美国兵哦足惊爱太人诶，太伤侪人哦，感觉足艰苦，伊干那咧太人尔，战争安尼无意思。美国人战争足无爱太人诶，伊即卖拢研发虾米子弹？飞弹一打就打你的设施就好，人不要死亡，对吧？真正的战争，日本人因战争嘛无咧台北生呢，因台北生要创啥？因台阿兵哥、台兵、台北生无路用嘛。甲美国同款，美国因那咧战争，战车、迄、那个堡垒、雷达先甲你摧毁。指挥系统先给你摧毁，安尼才叫做战争。一般我战争拍你的百姓要创啥？百姓手无缚鸡之力啊，无武器啊，我拍你要创？这伊能家具，我伫四林观察来底讲啊，讲这平埔族甲街上的汉人啊，体格脸型拢无法区别。这就是伊能家具，这日本的人类学家哦。啊，我这个查开吼，咱台湾。有种名的，拢总有36族。我查到的啦，凯达格兰、泰雅、马赛、卡瓦兰、格马兰、泰鲁格、红喉、大满族、萨奇莱亚，嚯、哦，这种吼、哦、要念到完成，就安尼足忝啦。唔过吼，大部分拢无去。上大迄种无，伊拢无写无。恁这存款不足的这。伊拢无写着，存款不足吼，上大众嘛。咱即马即个关注兵啊，剩50几万人尔。其实无影啦，咱拢算是关注兵啦。唔是因讲讲剩54万呢，54万是因登记的。咱边部族个、西来个，即几乎拢无登记呢。新疆门遐就是拢边部族个。这美国甲大英帝国、法国、意大利和甲大日本帝国，伫1922年2月7日迄天哦，伫美国华府签订军备限制条约哦。是安那？因即卖美国航空母舰才11尔，你无感觉奇怪？伊直直做就好啊，那干那才11台，就是这军备限制条约。以限制你航空母舰只能有11台，所以、哦、他造新的旧的马上淘汰。啊，无遐要淘汰吼、哦，你若讲上来咱台湾是痛干呢，无可能的，伊袂使，袂使那种，因为伊的军备条约，伊爱守条约呢，唔是讲你日本建输了就不守条约呢，伊嘛甲英国订条约呢，甲意大利订条约呢，这就是军备条约来的限制。迄阵啊，咱台湾人喔要出国啊，爱原来爱护照呢。大清帝国的时候呢，护照喔，原来留辫子喔。台湾人这就是习惯啊，这已经变面啊。清国厦门福州哟，英国的领事馆香港，啊，这叫做啥？李志善，哇，这是不是已经变面啊？变面啊，伊的名就变做李志善啊，啊，无伊这是算个算习惯啦。这户口顶头哇，在1893年的时候吼，迄阵啊，台湾拢总254万哦。迄阵阿未挂号天皇，对吧？过顶年了，挂号天皇了，嘛只257万，中3万几人了。啊，挂号天皇的时阵，日本人开始将中国人赶倒去。啊，所以咱的人变什么人？哪有可能是汉人呢？中国人拢已经赶倒去了。在1896年的时阵，伊就讲啊，伊讲啊，即个乞丐。罗汉卡无地大的，拢驱逐出境。1897年的时候，台湾居民哦分屑处理手续的第6条规定哦，5月初平
吹背进前啊，无退出去台平的吼，伫个台平还佫有住所的，伊妈关条约，看做台湾居民是日本的臣民，所以咱拢什么人啊？咱拢日本人啊！哦，因为你迄阵啊，拢无刷出去嘛，伊妈关条约，拢已经变做日本天皇的臣民啊！哦，第五条伊讲哦。你若唔做我日本的臣民，足简单嘞。你财产会使卖卖，等于中国，还是要出国，拢会使。伫两年内底，阮予你出国。哦，若无出国，我就甲你登记做外国人。所以拢已经变做日本人啊。哦，啊，若即马即个李王政府来的时阵，伊就甲你讲啊，我。哦，这是我们的国旗哦，清国的国旗，在1889年，迄阵啊才定的哦。迄阵啊，伊是伊的留学生哦，去美国留学啊，才发现讲，哎，那全世界每一国拢有国旗，干那咱大清帝国无国旗，足浪好诶。咱讲造成这支国旗啊，为我大清帝国的国旗，迄阵啊。大清帝国吼，才有这支国旗的。这支国旗的，去予倒一支国旗取代伊，这支五色旗。这支中华民国拄成立的时阵是五色旗呢，这支才是伊的国旗呢。是安那五色旗？伊讲叫做汉满蒙回藏。哦，汉人是流上最火，所以是红色的。为什么流上最火？因汉人几乎从台甲要完去啊！什么人都要甲台？汉人的四周围拢翻呢。多一个皇帝是汉人，李世民吗？李世民伊个阿公是鲜卑族的呢，鲜卑族，鲜卑族就是敢那北韩遐个无。阿汉秦始皇、秦始皇跟汉人，秦始皇伊个老爸叫做异人呢，异人敢是汉人，嘛毋是汉人。阿、啊、个有多济？个明国吗？大明帝国汉人吗？大明帝国因是信什么教？明教对不对？啊，明教是不是爱烧一趴火，或者永不灭的圣火？那是回教的呢。大明帝国是信回教的呢。啊，哪有可能是汉人？所以明朝的时阵，讲到这派郑和下西洋，有无？啊，那郑和是什么人？您就是郑和完了汉人哦。郑和阿公是去朝圣卖家的呢，所以他是完了阿拉伯人呢。啊，这支国旗呢？这支国旗是来到台湾，因为这支是他的海军军旗。来到台湾的时候，在1946年的。时呢，定为国旗，在1954年哈、哦、才公布哦，谢迪耶流亡宪法来对定的，所以本来这支是海军军旗哈、哦，啊，即卖已经去哦，这个五星旗哈、哦、取代啊，有无？所以哈、哦，你唔通讲，就是讲哦，这支才是因的国旗呢，这支才是正国旗啦，中华民国的国旗啊。啊，中华民国，伊简称叫啥？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叫啥？啊，是毋是共国？这就是支那人哦，上厉害的所在。明明人拢甲你叫蔡那，啥物叫做蔡那？蔡那就是胡亚嘛。遐嘛蔡那，啊，遮嘛蔡那，啊，你会变作讲遮是华人，遐是中国人。啊，这会变白宫，白屋子翻过去会变白宫。
新西兰翻过来变纽西兰，这就是吉娜的文化。伊要安那变哦，在伊的。所以你甲伊拍 KO 的时阵呢，安那下，你 KO 要甲伊拍哦，你唔通干那用中文呢？你爱甲伊拍哦，用英文为准，用日文为准，用法文、用德文为准，都是卖用中文为准，知无？你要拜盖拍客哦，一定爱用啊！你若以中文为准哦，你就财产去要吃去啊！因为伊解释在伊个中国文化就是这点歹。伊若要判你有罪呢，足简单呢，你持马伤人；啊，若要判你无罪呢，马持伤人，足简单嘞嘛，安有简单？你小病者就好啊。要记得哈，要提前来见，啊、哦，安能留啊？提前来见的时候，我就会判成马持伤人，安能干的？所以中国的文化就是安呢，几落千年来伊的文化就是安呢，无法度改变，因为这已经是一个系统啊。你唔通想讲要接中华民国的政权呢？你唔通安尼想呢？中华民国要搞什么给你呢？卖想啊！中国人哦，伊若准备走啊，伊嘛要用这烧掉，无可能留予你。你哪有这个观念？伊无可能留好的物件予你。因就算要走啊，嘛要甲这烧甲打啊打，因才甘愿走。这就是中国的文化。因咧战争安怎？战赢了，规个城总甲你烧掉，电起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哪有什么古迹？有啦，迄个像迄个长城有无？迄个围墙啊有无？迄个围墙啊有古迹无？哦，偌伟大的呢！自阮祖先的祖先就起遐尼悬的围墙啊呢！哪有遐戆的民众啊？恁家的人客来参观恁家啊，你会甲带伊看恁家的围墙啊起偌悬、起偌水未？哪有遐尼戆的民众啊？领导的人客呐，带来领导参观，你要带伊去看吼。哦，阮家吼，顶一百蒙娜丽莎的微笑，吼、哦，一百个水哦。带伊去看领导的围墙啊，起落偌水哦。哦，阮阿公的时阵就起啊，起到偌悬的哦。迄种文化，结果咧，中国的水的迄百度拢安怎，拢等于哪有？所有的故宫的文化，所有的遐水的图啊，每一幅图拢登一个乾隆御赏，这就是中国文化。是啊，人蒙娜丽莎唔敢来恁家参展览，唔敢去中国展览，去展览啦，让恁登一个啊，哎，毛泽东御赏，邓小平御赏，马英九御赏，安尼会得，我北回都去啊。中国人不是这样的，好，他所有的图都转他，转到十套图，转到很漂亮的，结果你是在欣赏那些他们的欣赏图，后面敢不行，很奇怪的，中国文化，转在后面，后面那看好你转你不转，你看来一定要转在头前，啊，这种文化你也感觉没什么奇怪，反正都这样的，蒙娜丽莎上头如果转一个他在那里，敢有像蒙娜丽莎啊！恁无感觉奇怪，因为恁已经中毒中太深啊嘛。恁感觉讲中国的图吼，每一幅图拢爱等因啊，啊，拢爱题诗，有无？哦，爱题这一幅手，这一幅图啊，我鉴赏过诶，很漂亮。嘿，爱你解释吗？蒙娜丽莎咧笑，哎呀，你解释，吼、哦，她是在微笑。这种文化有够歹的文化。啊，唔过恁无感觉嘛？你要去领钱的时候，一定要炸那条音啊！你炸白粒去，伊唔好你领。伊讲你袂上炸，原来那条来吗？你讲我这条判给他啦，无要安怎？伊唔好你领啦，要安怎？我甲问讲，啊无遐个钱是倒对我的，还是那条音来的？伊讲那条音来的啦，你有法度有？所以哦，这歹的文化，咱要甲去掉。唔通阁遐戆啊！迄条遐钱是我的啦，拜托的，我来甲换因啊，就好啊嘛。
阿伯莫遐讲啊，莫用等于来用签名的啦。我人都已经来签名，竟然比我迄条囡仔较细。看这种文化，我你嘛已经习惯了，无感觉。阿伯，你去开户吼，会使免等于来用签名的了，知无？不过吼，那是因为银行也安怎甲你讲，也讲吼。你签名都很危险哦，每个人签名都可以领钱，没影啦！啊、哦，用签名在，唔通讲哦，领导领囝提烟啊，给你等落去嘛，要去领钱，我那领有，迄唔对的哈，没领钱一点啊签名才会使，哦，这种文化吼爱改，真爱人做好食的无，有猫爱食个脏水，无猫爱食个清腿无。有卡爱食个楼梯，无卡爱是食个倒柜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做好只爱食个啥程度，他们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。因为一个见面拢安那，你食饱未？人问你食饱未啊？这爱改啊！唔能为本少出来，你也问伊看食饱未？咱敢袂使甲问讲哦？你有顺序无？你有平安无？唔是真好吗？你问伊有食饱无？恁人生干那为着食饱？爱问看你有平安无？对不对？平安哦，安尼才好。那食饱未？你敢为着食饱？这种人生哦，做低就会使啊啦。哦，做低的食饱就会使，食饱困困巴结嘛。啊，那做生意人哦，有无？做生意人哦，你敢问食饱未哦？一定话未，对不对？因为哦，食饱都无话通讲啊，煞。啊，伊那话阿未？过来吃一顿，还有生理人好讲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做生理人。中国人上好吃吼，讲因有满汉全席喔，这嘛是在跟你骗的呢。慈禧太后唔捌食到满汉全席哈，满汉全席是这个人创作出来，这个人是香港一个相声的演员，伊一摆咧相声的时阵吼，将这的菜吼，从头到尾报一摆。人家讲哦，啊，你讲的这套满汉全席哦，哦，很棒。为什么叫满汉全席？慈禧太后是唔捌食到满汉全席呢？这王朔，中国的作家，伊讲这句话，伊讲哦，说我们中国人是猪哦，感情上不能接受。这王朔讲啊，说中国人是猪哦，感情上不能接受，当然不能接受啊。你骂我是猪，我怎么能接受？但是哈，他妈的很多事一直都在这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一个事实啊。为什么？不侵犯到他的权利的时候，他光知道埋头赚钱、埋头吃饭，死都没有跟自己没有关系。一旦伤害到自己啊，马上就惨叫。第一是不是安尼？哦，第一啊，小可卡一下就叽，尤其要抬的时阵叽。这个记录大声，哇！那是咪个低感官？你不侵害到他的权利的时候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他没有关系。你一碰到他，他就惨叫。中国人的这个个性。但是啊，你只要丢一个馒头过去，那个猪就一个点米啊，忙着吃馒头啊，这都是低啊。哪呢呢？因为文理嘛，人甲人讲伊是低嘛，对不对？家哇。家字典的解释的是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嘛。啊，你的家里面通通是猪，啊，你甲我讲你是龙的传人，恁这龙的传人是在讲袂听呢？甲恁讲人的龙的传人，恁的痛价呢？恁来怎样呢？较早要做龙的传人，唔是遐简单呢。上迄皇帝囝，才会使做龙的传人呢。一般人，你讲你龙的传人哦，足简单嘞，抬头，抬头的话，迄个龙凤酒店的头家娘哦，伊唔是讲哦，迄皇帝啊，看这个龙凤酒店的头家娘足水的，要甲爬登来做某啊，伊就讲哦，哦，恁这龙凤酒店的名字取得很棒哦，龙凤酒店哦，伊讲那取得棒跟你什么关系？哎，皇帝就讲啊，你娶了龙凤酒店，就犯了欺君之罪呢。
刚才名字取龙凤的犯了欺君之罪啊呢。我要给你抬头是不是很简单的啊，没办法，因为要打你啊，我就说啊，没关系，我来你家喝烧酒啊。头家娘说今天不卖酒，不卖，我皇帝你说不卖，那可以对不对？所以龙凤酒店那个也是到尾也是去打回去嘛，就一定的嘛。这个我更加厉害，因为其他人哦，都是啊，对吧？这一公路嘛，就好是，一公咱不配做，哎，对吧？我们怎么会配做猪呢？我们配只配做獾呢、啊，对吧？我们不配做猪哈、啊。这哇，这个理由哦，这理由就简单了、啊，你全家都是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讲讲你农的传人。唔能产这只，这只牛哈、哦、是美国的一只母牛，伊名叫做密尔克谢克。他从小、哦、跟这些狗、哦、生活在一起。你饲料没有放在盆子里面，他不吃哦，很有个性哦。我不吃草，你饲料一定要给我放在盆子里面，不然我不吃。有没有个性？但是哈、哦，他不会狗叫。他再怎么叫一样是哞哞、啊、他身份搞错了，他不是狗啊，不吃草呢，有没有伟大？这伟大啊，这个吉拉人，吉拉人做老人是住在锦西王进前就开始做了，对不对？锦西王一下、啊、就都开始做宦官了，那些宦官每一个都是汉人的、啊、那些汉人、哦、做那些奴隶，做皇帝旁边的宦官、哦、是做到多公营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你这些宦怎么可以指这个位，只有我们、哦、才有这个能力做宦官而已，对不对？只有我们才可以做奴隶，你们不可以跟我们抢的，你们敢有那材料？你们有办法练葵花宝典？卖假片啊！敢若阮汉人啊，只有我都练葵花宝典啊，对不对？葵花宝典练成功，一切就没问题啦。葵花宝典要练功啊，练此神功，必先自功嘛，对吧？就简单的，只要自功就练成功啦。一练成功，马上发达，马上就发财。有哪一点不好？你哪会使跟阮争这种淫威啦？敢若阮才会使。所以。吼、哦，美国人足巧呢！美国人想讲，哇，这人足爱做做呢，来叫人来阮美国起铁路，好无？美国的铁路拢这人做的嘛？加拿大嘛，随学起，阮的铁路嘛，叫人来做。因吼、哦，啊，坐两个月的船去到美国呢，坐两个月的船去到美国，才好来起铁路呢，唔是讲，哦，你凊彩人就再去做去铁路呢，你还买船票呢？对吧？无人有义务把你载到美国呢，你还买船票？买船票安怎？真啊人无钱通买呢？啊，先把家己卖掉。敢那即卖中介无？遐越老、泰老、菲律宾老来到台湾安怎？先把中介借钱买机票来台湾，啊，我才趁钱害你，同款意思。爱透过中介。啊，遐中介迄阵啊叫什么？叫抵押款。迄阵啊，死亡率吼偌悬呢？六死三楼一回头，去到美国哦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迄阵美国的船全啊，正在家都赚袂少啊。这样，拢去要去国外发财赚钱，这拢去要发财赚钱，这拢是啊。这拢去美国哦，去铁路。那美国、加拿大呢？这样抵达南非，你要怎样呢？南非是曼德拉的国度呢。啊，曼德拉是啥？曼德拉是黑人呢。黑人本身就是黑人奴隶呢，连奴隶都我都请龙的传人。对不对？
安尼这有赞无？安尼请钱那人有足个好个咧。上高个就是迄个库克，有无？迄贾伯斯，即去巴拿马运河的时候嘛，叫钱那人去去有无？去完了吼，吼、哦，钱那人偌后悔呢？这条河阮去的，竟然美国人咧经营，美国人咧收钱，吼吼，那会使呢？钱那人吼，即嘛吼。提议尼加拉瓜，阮甲你起一条运河，甲巴拿马竞争，我阮来经营。吼、哦，尼加拉瓜讲，吼，你紧甲起起起个吼，阿伯就变我个啊！啊，你经营一百年，吼、哦，这条吼爱起偌久？起五年尔呢？爱起五年就爱成功啊呢？爱派偌济人去起？迄条这条运河新的这条吼，拢总276公里。爱挖230米宽，至520米宽，深度爱挖要挖30米哦。你甲想啦，为国人挖到台南，挖500米宽，挖30米深，你爱开偌侪钱哦？需要偌侪人去挖？哦，所以人欠足侪呢。这样呀，只要吼、哦、请有一口饭吃的去盖的好啊。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如果只希望有一口饭吃哈，嚯、哦，阮家欠足多，拢来阮家，我给你两口饭吃，不赞无？吼、哦，阿伯那边一口饭吃哦，拢来阮家，我给你两口饭吃哈、哦。这个要上巧，这贾博士哦，嚯、哦，想讲中国哦，有遮多人然后做事，遮多路咧然后请，卖出国啊啦！你唔免买船票，唔免买机票，我落订单予你，有赞无？你拢免买机票啊，免买船票啊，我落订单予恁落啊，安有赞无？啊，结果伊落何上？落郭台铭哇！啊，郭台铭呢，比下就分了，比哦，中国就100万人来工作，拢免买机票，有赞无？所以哦。规中国拢是做奴隶，即马所有的全世界所有的工厂拢会晓去遐找奴隶啊！我来遐设厂得啊！哦，啊结果工无够啊呢！即马连中国奴隶都无够啊呢，有无？即马嘛咧欠工啊呢！郭台铭佫想想要甩印度啊，要甩印尼啊，人无够用啊，10几个都无够啊呢！你佮想？所以做奴隶是做甲足成功的，对无？那这成功啊，对啊，这啊，恁捌看过这宦官无？宦官是较好听的，这拢做官的呢。这有这太监呐、啊，对不对？练了《葵花宝典》了不？他们都已经练成功了不？这无一个不是汉人，这每一个拢汉人呢，对不对？这宦官呐、啊，每一个拢汉人呢。无一个是满洲人，无一个蒙古人呢，无一个是匈奴呢，对不对？这些拢汉人呢，嘛无一个是荷兰人呢。这些宦官呢、啊，马上就有财有势啊，因为只要把宝贝割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安尼简单无？哦，所以汉人足爱做诶，这呀、啊，主汉朝哦。东条、东汉这些宦官啊，拢足出名的无？恁读历史嘛，拢捌读到啊。这高力士无，仇视良啊，无，尤其这上出名的这小李子无，这拢宦官呢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都是拢汉人。啊，恁搁希望做汉人哦？所以吼、哦，爱知影汉人是虾米人，爱了解 Who am I？ 好、哦，咱今日的课就讲到这，谢谢。